掌声有请 Box。你们两个告诉一下大家，最开始在减重前的体重是多少？220斤。什么？什么？你？对，那是我应该是最快的一次，就是一个月瘦了43斤。一个月呀？对。那在这个舞台上就要齐心协力来记歌词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看一看蓝巨星会出什么歌呢？请听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。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，好听。让我慢慢的靠近你，伸出双手，你还有我。给你我的幻想，要唱出那个味道，甜甜蜜蜜的。生命阳光最温暖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牵手牵手，牵手，烦人的步骤先跳过。牵手，牵手，我随时随地有空。我们也是中华小曲库啊，你们也是吗？对吧？打得很不错。我们是隐藏的，隐藏的这首歌《青春舞曲》。太阳下山，明朝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。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小鸟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先谢谢 Box， 谢谢。在9秒唱高潮环节中，田思思八首全对顺利通关，选择了第5位出场。张恒远唱对7首，选择了第1位出场。Box 组合红尘分别选择了第3位和第2位出场的顺序。顾瑞宁一首未对，无奈接受第4位出场的顺序。在接下来的嗨翻3分钟里，5组挑战者又准备了怎样的表演呢？